迎收看国光帮忙。学生最重要的就是享受校园生活，但是对一直在转学的学生来说，他们真的了解学校的生活状态吗？他们的校园生活又是如何度过的呢？是多彩多姿还是惨淡糜烂呢？今晚三位来宾都是爱上学的代表，就让他们来说说看他们是如何度过转学再转学的校园生活吧。成就，为什么第一次有感觉到上节目不想露脸的感觉？没有，昨天跟同，前两天跟通告在聊的时候，在要垒通告嘛。哦，我不要去了。真的，这集我不要上，你们找别人。为什么？你会觉得很光荣？为什么？不觉得这样念书念这么多年没有毕业很过瘾吗？非常的，我很羡慕你，很丢脸。这样，你高中读几所？一所。你高中读几所？一所。我高中读。两所，至少比我们好就能毕业。你们一所一所两所加起来刚好是我们一个人一个人，三个人等于我们一个人等于我们三个人笑小声一点，我们三个人多少？十二所十三对，是啊，十一。不过这个还没有开始聊之前，我要先赞扬一下本节目。我来国光帮这么多次了，今天是最舒服的一次。怎么说？平常对面都是要不要郑维忠啊？张伟忠啊，要顺哥啊，北原山猫啊，感觉很差。今天 OK 了。哇塞！没有那个时候你来我们节目是动员戡乱时期。对，正值国家动荡不安的时候。现在我们是恢复平静，没错，好吧。既然你们三个是这个资优团。男生资优团，我们有女方美女资优团，哎呀，美女来了，对，我们好好介绍我们这资优团。第一位是李培玉小姐 ，Hello， 我是培玉。张小军小姐，第三位是我看不到你的牌子，王思韵小姐。为什么说他们是资优团呢？因为他们都是高材生，嘿，报学历。首先，李小姐，您是政治大学财务管理。哇塞！哇塞！什么系？财务管理。财务管理。我最近缺少一个财务管理。赚这么多啊？赚那么多钱，就是没有钱还要财务管理啊？有钱就一直花嘞。对。开玩笑，请问哪个学校？台北医学院医务管理。我的天哪！硕士，哇塞！医生，最后一位，您是？中原大学企业管理学系。哎呀，中原大学，太厉害了！天哪！那你们三位学历报一下。对，怎么样？就要羞辱在我们这？还没有，我们没有羞辱，没有这个意思啊。报，这边这个校名就不要报出来，是免得难看。不会，我们挺你们的。不是，最主要是要报哪一个也不知道。报个最优的出来。最优的吗？对。我念的是一生中最优的 Villanova High School， 然后再来是在我家后面的 Markable High。那是一个公立学校，是。那再是Montclair， 是 Montclair。他念书没有念好都没有，因为都很害。那是高中啊，高中的 high school 啊，太害啦，对不对 ？Low school 啊。好了，你念过几所？四所，那时候好像念四所高中。这是美国西部的代表，对对，西部。那请问一下，这个台湾土，我念过最好的是。我们那个时候，我念过最好是四海工专，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。等一下，重点来了，我去呢，因为那时候家里住景美，就是那个公馆过去那边，四海那个时候，它现在还是在土城呢，非常遥远。我去呢，第一，我的高中成绩很差嘛，五专成绩还可以，200多分，快260还270，是，我去，那么学务部说 OK， 你可以来念。隔一天呢，我就跟我爸拿了钱去注册，是，再来我就没有去这个学校了。你去哪里了？因为太远了，我真的没有那个精神，每天那么早。好烂！我真的没有那个精神，每天那么早起床，然后跑那个，我必须要5点多6点就要出门，因为太远。一个礼拜以后，我爸说：“你是怎么样？你打算混到什么时候？你起码把高中把我念完嘛。”然后呢，我就哦，好吧，然后我想说，我又跟我爸拿了钱。就去新店有一个叫做中学，工商，一个职业学校。是。那我想说，我不要念白天好了，我白天可以
去打工或者是去玩，然后我念夜间部好，我就报了夜间部，就真的去念，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呢，我又没去了，因为怕黑了。不是，因为那个是完全不同痛调的人，我们那个时候念职业学校夜间部的人，男生全部都已经是退伍的了，都是社会人士了，等于有点像补校一样。对对对对，然后女生一样，是都是上班的了，要不然就是白天都在上班的，根本没有办法交朋友啊。我那个时候还没当兵呢，才17岁，根本没有办法认识人嘛。我就想说，好吧，不好玩。对，然后我就等于是那个学期都荒废了，几乎都没有念。然后呢，我因为爱打篮球，非常喜欢打篮球，我就去南山。男生很有名啊，对，这个学校就厉害了，我就规规矩矩把一年级念完，然后念完以后呢，因为那个南山是篮球的重点学校，那我又打得不够好，又打不到球，我又很灰心，然后这个时候我又想离开那个学校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就有一个同学叫做王道，他跟我说，桃园有一个学校不错，也可以打篮球，所以他们学校绝对不强，你一定打得到球。我一天我就很开心了，我就去了，而且搬到桃园。对，我就去了，去了以后呢，要住校，我最高兴，是爸妈管不到我，我就去了。然后那个教练跟我保证说，你好好打篮球，我一定让你毕业。我好开心哦，而且不需要你不用每天上课，然后我就去了，然后发生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。就是念完二上的时候，是考期末考的时候，发生一件很严重的事情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同年级的要全部，比方说你们班来我们班10个人，我们班去你们班10个人考试，错开分开。结果呢，我跟另外隔壁班的有一个男生发生了很严重的冲突。我走路经过他的时候，把他的笔跟考卷弄在地上。他非常不高兴。下课以后，他就过去直接叫我们班的人来输赢。要把我带走。那时候我是篮球队，我们篮球都很高啊，都非常非常高，都已经知道了，就来就没有人敢动啊，因为同学，其他班的同学都不敢怎么样，因为篮球队都比较高比较壮，就把那个人带回学我们的宿舍，就把他痛打了一顿，而且打得非常严重。但是我的本意不是这样，没有，我没有动手，其他的学长把他打得非常凶，这也就算了。考试节嘛，考到中午嘛，每一节都把他打倒。我靠，好惨好惨！我到现在我都想把那个人找来跟他说对不起，那我就再没有回这个学校。因为怕被堵啊。我爸，你是高中生呀，你是在找工作，太适合就不弄了。我爸就把我就是开学的时候就来办了退学就休学证明，然后我又转回南山，就这样，然后在南山吧。就乖乖的把高中毕业了，所以你是南山毕业的。对，一开始去也是在白人区 ，Common Lake， 然后是快要被退学。你是在哪一国？我在加拿大。加拿大 ，Common Lake 国的是加拿大。对，然后我自己有自知之明，知道快被退了，所以就转走。他们那时候还以为我是智障。学校也是，因为他们讲说，为什么就是有人就连这么，因为你只要上课，而且我上课都有到。那时候我还没有翘课，那时候我只要上课都有到，他们就以为我是智障，然后找人来测我智障。你不要听我讲完，不要笑嘛。那要讲的就是测完智障以后，他们发现，怎么这个学生智商比一般的同学高？然后他们要挽留我，可是我已经要转了，就转。挽留？不去，要转。对，就已经转，因为你要搬家了。那时候骑士班缺人。没有啦。那是，然后那时候是因为发生一个就是让我妈很生气的事。就搬走的前一天，我又打架，打架，对，就是要搬走的前一天，我打了一个白人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打？就是因为想说要走了。这么无聊啊！本来之前就有摩擦，本来就有过节，想说明天就可以绕跑了。就他学校是很激，就是那种对机车的那种，一直像我们亚洲人这样。哦，那时候要打那一顿，在公园看到他，他还做一个什么类似气球之类，然后我就叫他 come， 然后他就直接过来了，过来啪就打他，就还没回家的时候就发现他叔叔是警察。他叔叔是警察，我说真的，要我还真的有点智障。然后今天要走，然后他叔叔是警察，结果还没回家，警察就已经在我家等我，他就把我带走了。天哪！就是按那种手印之类的，然后扫地啊，我们
下大是还没成年，要社区服务，社区服务就是去扫地之类的。他们这种资历、这种学历，你们有什么感觉？会不会看不起？不会，我觉得这样生活蛮有趣的。高中的时候念私立的那个高中，我就是班那个学校的男生大部分都是那种戴眼镜啊，然后扣子扣到这里啊，然后腰带拉很高那种。你这样讲好像是在讲区哥的感觉。没有没有，我现在是知道这样关系了。区哥有点不舒服，我不能讲区哥。然后就特别喜欢那种，就是包包背到这里，然后衣服放比较不规矩的，对，反而会被那种吸引。那欢迎得到我们念过的学校，我们学校都是这样，我们统一制服都穿那样。对对。高中是什么学校？私立的延平高中。哎呦，延平高中，天哪！哎呀，就还是不错。是是，延平厉害，厉害哦。绿色。那张小姐，对。我是从高职念起，然后再念二专，再念大学，再来念，现在是念硕士学分班。哇塞！哎呀，哦，你这个是一步一步上，就是完全是反过来。对，反过来。为什么会突然对学业有这么大的兴趣？人家念很多学校是念完之后再加，人家是一直升级的，不是，人家是同一级的。你是在烂货还敢提？往前念还不一样。呸！我说了什么？我说了什么？算了，不需要这样子。因为觉得，就是之前有到去社会上去工作过，然后觉得说，哎，其实学业还蛮重要的。那小姐，小姐长得那么漂亮，是北一女中。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这要敬礼一下，要敬礼一下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有没有枪啊？没有枪。应该说一对啊，应该这样讲，男人一辈子啊，一定要有一台 Porsche， 还有一个北一女的女朋友，真的，就人生才算。曾经拥有过，你知道我是念南门国中的，我每次看到北一女的女生，我都会不自觉就。北一女是高中啊，高中啊，对啊。那你国中的时候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那个时候，我们学校的志愿其实基本上就是建中嘛。哦。那你就会觉得哪个学校不是建中啊？没，你那个志愿是好玩的，我们那是真的。你以为我什么国中啊？我们大直国中也很厉害，真的吗？哎。你知道我们念书是很生气哦，那隔壁班好班嘛，然后去看放榜的时候，再看找，哦，我就明明看到他的名字在建中上面，你知道吗？是，然后他就很不爽，我说你怎么，你不高兴什么？因为他跟他同班一个同学非常不好，他们两个比赛，然后他输给他三分了，有什么好不高兴？都快都580几，590几，居然不高兴，满分600分呢，居然不高兴。差点把他打一顿。没有，那个时候感觉上建中旁边就是要配北一女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你们那时候是在自己学校里面，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气氛？是还好哎，只是门口放学的时候都是建中在站岗。那请问我们这种私立高中的朋友，是没有看过啦。连看都没看过。你在读北一女的时候，有没有限定科目？有听过便衣，就是总统府旁不是会有便衣？你看，一定的啊，就是有拿一个小包包那一种。而且大家都看得出来，你们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他会不会觉得他们这种很帅？不会，是不是像他这种发型，宪兵？宪兵都戴帽子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拿包包的，然后那个夹一个包包的，少爷包。对呀，对呀，就大家都知道他是便衣，为什么还有白袋子？中文带吗？是是是，晒的。我不是宪兵，不是宪兵谁啊？交通警察，气的我。然后我先问一下三位那个比较学历丰富的，丰富。请问一下，你们在学校最棒的科目是什么？有没有曾经有过最棒的科目？我在学校里面，每一个学期几乎都会及格的，几乎都会拿满分的是体育。哎，体育跟音乐，啊，音乐，外面那个笑声听起来不是很舒服。不要这样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这样，不是你讲的时候他们都笑，在我们三个讲他们都会笑。对 ，OK， 没有关系啊。体育跟音乐，体育跟音乐。那你是我历史跟地理很厉害。哎呦，历史跟地理，我对我们的文化是很。那你们都考几分？63分。没有，我地理历史分数蛮高。我几分嘛？我再回南山的时候当那个地理小老师，就我 computer science 不错，电脑科学，电脑科学是学什么？就特别就是那个社群光碟有解码，不是，你要
你要写一些，你要学着去写一些程式干嘛？他们同学之间比赛，就是他寄给我的有码的，他把它解掉，然后去发明一些什么木马程式那种，这个太会了哇！这也不错啦。那你们三位最厉害的是？我数学还不错。哎呀，讲出来就是这么称赞，真的。将来你们数学不错。你们这什么地理历史？可是你数学学的这怎么厉害？到最后出社会还是用那加减乘除而已嘛。太多了啦。行销。行销。卖东西。行销。嗯，因为我大学是念这方面的东西。哦，这样子。经济学啊。我也是行销，因为我之前就是对行销有兴趣，然后有拿过几次那个书卷奖，然后就是。对，就是有奖学金。书卷奖一听就是高级的奖，书卷奖。你是怎么样？高级了吗？我觉得不要这么不客观的。你这样选边站选到有境界，怎么样啊？你可以偏心到这种程度？对呀、啊，是撞奖，会唱奖，对不对？那你考过最好的名次是？国中时候，就是国中时候最好是全校前三名。出现了，好，来，快点，这边最好的名字。我们这边不聊这一题。没有，我们先问他。我们拒绝回答，我们拒绝回答，谢谢。考过最好的名次是什么？哦，你真的考过第一名，真的考过小学、高中啊。但是我要先讲那个，我那时候念的第一个国中哈，我也是念两个国中了。第一个国中程度稍微差一点，然后考了第一名以后呢，我爸就说不行，你要转学。转到另外一个国中，就程度比较好，打击你的那个，然后就掉车尾了。是啊，你国中居然只有一个人啊？什么意思？你前一个国中只有一个人啊？没有啊，你这边第一名，到那边掉车尾，你也差太远。程度真的是有差别了。可是不是都是公立的吗？是啊，公立为什么程度差那么多嘞？这怎么不知道？啊，那你考过最好前十名？真的假的？胡乱，开玩笑吧！我为什么是胡乱？就很笨吧？前十名，前十什么年代？小学，而且是小学六年级。哦，又碎哦。对，准备要进国中了。哦，你呢？我跟你讲，高中我搞过第一名，搞过第一名，你搞过啊？搞过，你搞过，真是搞来的。哪一个科？那个实习成绩第一。讲最好成绩，最好的是太为难他们。嗯，换一个讲。好，考过最烂的分数，哇塞，我赢定了，我们真的，这题我们真的赢定。什么科？什么几分？来，请说。应该是那个时候，应该是历史吧？历史几分？美国的历史，哦，几分？就是那种，因为美国做的都是四个吧 ，A B C D， 你可以这样选嘛。那总共再拖了再出25题。对，那你负D。我没有一题都错。就真的是懵的，连猜都没有猜，连猜都没猜对。你看猜 A 都会猜，你看猜不猜都没有。因为就是你跳着选嘛，这还笨 gay 哦，还要故意 A， 好像这个换 B， 这个换。没有，对我跟你讲，因为你这样考试交进去，老师还会觉得，哎，真的有那么一回事。真的，真的有这样子。如果你全部写 A， 或全部写 B 的话，命中率比较高，可是老师一看就知道，猜，对，就用猜的嘛。对啊。汪哥最烂。我在去成功那一年，那个宣布成绩的时候，那个发英文考卷啊，我们班上有六个篮球队，六个哈，然后老师就说篮球队。17分，哇塞！我们想说谁呀？英语17分这么厉害啊？那你们六个加起来17分。你英文得3分的 ，OK 的，很猛。英文得3分，圈叉那个答对。老师非常不屑的把考卷丢在桌子旁边。哇，差不多啊。是都个位数，2分这样，有到个位数啊。你们呢？你干嘛给自己难看嘛？不曾有过烂过，他不曾有没有60以下？红字有吧？好像没有。你记不记得你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总共拿几分？我高中是申请上大学。哇，不用考，不要问了。为什么可以申请？为什么可以申请？受不了，受不了。不是，你以为八斗圈我们很熟吗？忍一下，算了，这样好了，是保送的。你们曾经有不及格过？好丢脸，真的没有啊。成绩单上是真的没有。北一女太狠，太狠，他们不一样，他们太会念书了，太会念书了。那天哪，应该也有哎。你发誓。记得吗？你说实话，真的要说实话。站，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不要讲。
你没有红字哦。你们不要被我们吓到啊！中原大学的，忘了，不敢讲了，不好意思讲，等下怕真的被你们懂。不要吓人家，你们两位不要吓人家，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的，怎么会想不起来？算了啦，冷静冷静，他没有那么的难处，冷静。我认为考最烂，考最烂的是数学啊，三分。哇，数学怎么可以考到三分呢？三分你怎么考三分呢？也不记得了嘛，反正就是数学，我的意思。在什么时候考三分？国中。哎，你们那时候看到这种数学三分的会不会吐啊？你三分，吐你们的。不要这样讲，在台湾数学三分到美国去，大概可以考三十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六十都可以，差不多。六十都可以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没有听到哦。他说在台湾考数学三分，在美国可能考三十，加拿大的不高兴哦，六十都有了，真的有啦 ，OK 的 ，OK， 全班填都有60%，真的啦。我最烂，最烂是考过零分，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考。高中的公立联招，我天哪！你总分几分？有够小吧？公立那种成绩考公立联招，你去享受那个感觉，对，是抱着一个参加铁人三项的心情去参加。因为我跟你讲，这种东西你一定要经历过。那为什么要分两边呢？其实我们在一边就好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们没有分两边，我们其实是同一边的。你知道？只是比例问题。你知道那感觉真的好，感觉真的很好笑。高中联招的时候去考试啊，那别人不是很多妈妈及爸爸会去陪啊，会扇啊，扇扇风啊。弄东西给你吃啊！我妈，我都把我妈推开，妈不要删了，不要弄。因为我妈要不要去？不用去，我不热，我不热，对不对？那个加起来真的是二十几分。哇塞！那是一个很过瘾的事情，你们知道吗？考那么高分有什么用？对不对？你多少？你嘞？我考最差，哎呦，最差65分。你胡烂吧？乱讲。最差，最差就是零分啊。就补考嘛，你有没有考过公立联招？有几分？跟你讲，全部加起来厉害，全部加起来157分，好棒啊！哎，好高哦！清楚哦，我两，这个讲出来，我爸应该把我杀了。成绩他们知道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。爸，对不起，因为呢，我第一天去考嘛，然后考就很热啊，考到中午，还不是被追杀那次啊，不是，考公招都没有被追杀，考到中午就很热，你知道。下午还考什么考？我就去看电影，然后第二天还是去考，考到中午，我想反正也考不上，又去看电影，连续两个下午都没考，还157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考了，我就建中的。我们聊聊大家在学校最疯狂的行为好了。哇，那他们精彩，他们厉害。对，你们先报你们厉害的出来。对，你们接下来可能就书面了。最疯狂的是什么？来，北一女先，数学考到100分，哇，好疯狂啊！疯狂，那可能就真的比不上他们了吧？没有，你讲讲你最疯狂，那我们听一下。不然就讲你最难忘。对，最难忘。这个都不会。喂喂喂，人家不是直接上节目的，你干嘛这样子啊？没有，就上了大学之后，可能就是比较堕落一点，就会不去上课，就比较好坏、喔。哇，人家好疯狂，好疯狂，好疯狂哦哟 ！Oh my god！天哪！今天没有去上课，好疯狂！你怎么做得出这种事情？这样怎么对得起父母？天哪！好，请问你不去上课，那你都做些什么事呢？我就是睡，就是会起谈恋爱，起不来，起不来，疯狂，疯狂，疯狂！哇，睡过头啊，完蛋了！应该没有，可是有一个，就是念大学的时候，因为我是算是在值班，就是晚夜间部的那一种。是。然后那时候因为刚好要考期末考前，然后因为我的舅舅就是在大陆生病，然后就很紧急，就赶快跑过去帮他这样子。就后来期末考就，因为我们是报告，所以期末报告就没有去报告。然后回来老师就说。你等着看，我会挡你的。然后我就很害怕，我就去问我们班代说该怎么办，该怎么办。他说没关系，我还说老师60分就好。然后老师还是因为他能够体谅我的情况，还是有让我及格。哎，这个疯狂的点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没有，我听得懂，我听得懂。他疯狂点是他被老师威胁了。哇塞，不是，就是被当啊，其实那段时间还在上学，可是我就
就是飞过去找我舅舅陪伴他，这叫孝顺，这怎么叫疯狂？哦，原来你的疯狂是孝顺。对，他意思是他被老师警告了。对，所以这个是对他来说，其实因为这样子没有去期末报告啊，其实没有期末报告等于是。应该算是要等于是零分。我们哪一天念书？哪一天没有被老师不警告我们？每天耶，我还跟教师罚站，罚没有被警告还觉得皮痒。对，我最疯狂就有一天去学校没有被警告。对，真好疯狂！天哪，神经病！会这样？我最疯狂是我居然去上学了，我。居然不翘课？你们是一群神经病！什么东西啊？我刚比起来真的是就是还比较疯狂一点。哦。但刚刚比起来应该小巫见大巫啦，就是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很喜欢玩那个大冒险啊，然后就曾经在那个捷运上不是有那一根杠子吗？然后输的就去跳钢管这样。哎呀，这叫美艳，这个是沾到很不错。我不相信，你跳给我看。好，现在场景马上跳到捷运，我就是那根杆子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那时候第一间学校啦，第一间学校那时候我们读天主教学校嘛，其实大家都是晚上要去做祷告，睡前要做祷告干嘛的。那学校又不能穿那种破烂的牛仔裤，都不能穿，蓝色也不能穿，蓝色牛仔裤因为那个是罪恶，它是个 sin， 所以你不能去穿它。所以说我们现在是罪，对这种牛仔裤都不能穿。哎呦，我好罪恶，对，很罪恶感。然后呢，就很保守的一间学校，可是里面呢有一个墨西哥人，就是我们全校所有同学都很讨厌他，对，阿米狗，有一个墨西哥人，然后他的名字叫 Jesus。Jesus 翻成英文就是 Jesus， 就是耶稣的意思。哇塞！他取这个名字，然后他又一副很清高的样子，说啊，很会读书啊，干嘛就书呆子，然后戴眼镜那一种。然后全部学校里面都很讨厌他。那于是我就串通他的室友说好，所有人集合过来，每一个人呢就是把喝饮料剩下来的瓶子留下来，留一罐下来。每天晚上要睡觉之前都会。会挤那个痰，其实你讲挤痰就好，不要做那个事情。没有让大家感受到那个恶心的程度，你知道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挤一罐，那他不让他说我朋友加起来大概十几罐，然后都是痰，全部满满都是痰，各种颜色都有，黄色的、白色的、透明那种都有。然后之后呢，就趁那个同学 Jesus 去念书的时候，去读书的时候，那我们 lunch time 回到他房间去，跟他室友借钥匙，然后把床打开，把棉被打开掀开来之后。十几罐就啪，倒，全部倒在床上，然后再把棉被盖好像铺好一样。那等到下课回到房间要休息的时候，就一打开來，然后就往上面一躺，啪下去，然后开始闻到没有，开始闻到怪味道，然后他就很紧张干嘛，然后哭啊，打电话回去跟他妈告状啊干嘛，因为那些学校人其实家里都还蛮有钱有势那一种，然后就打电话给他爸妈，他爸妈就告来学校，然后就说要告我们啊干嘛，有的没有的。那后来就学校就把它敲掉了，这样。老汪，没有，没有嘞，别乱说，屁呀！我刚讲那么多白讲的。其实还好啊，其实还好。那成功的时候有一次，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烤肉，我超喜欢烤肉，我到现在都还很喜欢烤肉。然后呢，就那你去开烧烤店啊。然后呢，就什么东西该买的都买了，就碳没有买，可是已经没有钱了，是，所有人都没有钱了。然后我就很调皮，我非常调皮，我就把同班同学，我两个最讨厌的同学，是，把他的椅子拿来拆掉，然后烧掉。我靠！哦，疯狂。疯狂，这个到现在都没有被抓到，这个被抓，没被抓到，没有。这个追溯期是35年，不好意思。我有就是坐在学校的餐厅里面，然后就是白人是比较少的嘛，所以我们会拿薯条沾番茄酱，然后丢来丢去，丢他们，不是丢来丢去，我们丢他们。然后他们会自己走到外面。小朋友不要学，现在很坏。小时候那时候高中的时候真的很坏，还会拿。就是白人路过嘛，那应该是不小心，两个都在走路，啪，他就撞到我，撞到我以后，我就拿他的头去撞那个拉格，就是学校柜子入柜，放东西的撞拉格，喂，然后他就不是你们为什么一直在问人家什么什么什么，什麼因为就无聊嘛，因为小时候真的不懂事，就喂。没有，因为有些话也不能讲出来啊，讲出来是被逼掉。这个画面真的蛮 What the F？ 这个画面真的蛮好玩的。那个小学生 What， 然后老外跟他讲不不像了。你妈呢？是一到加拿大你就很不喜欢白人，是不是？
还是一开始我第一保护有被保护色，他为什么学到 what？ 你知道其实他刚到学校有 what？ 先被白人问过。其实不管是洛杉矶或者是温哥华，其实是保护，都会你总会觉得他们不管是白的或者是黑的，或者是墨西哥的会欺负亚洲。我被三十几个人围殴过，我们十几个人哎，都是白，除了我以外，我其他朋友全都是白人。嗯。然后三十几个，还有女生穿高跟鞋哦，然后说 you fuck with my little brother， 然后拿高跟鞋踹我的头，哎呦，就是我坐在公车站牌在等嘛，然后就一大堆人就过来，然后其实不关我的事，是白人跟他们呛吵架。那他们是什么人呢？他们是类似韩国人嘛，还是越南人？哦，嗯，我们也是十几个白人，我想说因为不关我的事，我想说我不会被打，我就坐在那边，白人就三十几个人就过来了，然后他们还没到，快到我也没有跑，我就坐在那边，然后白人他们快到的时候，白人就啪。全部跑光，跑到对面马路啊，就我一个人坐在那边被踢。为什么当时不 Vietnam peace？ 没有，因为我就是像你这样想法，我就是想说，因为我也是，大家都是 Asian 嘛，我也是亚洲人，我就说，那我而且我又没干嘛，你为什么要动我？结果就被打很惨。所以你们这种刚转学校都会被欺负吗？比较容易，对不对？都会，因为你进去的时候，如果你的样子看起来是很好欺负的话，其实就跟我觉得就跟在牢里面，我觉得没什么两样。就是会找那种比较弱的去欺负他。提这个字眼的，不是神经病的。都过去，没有那么敏感。没有没有。那但是你也不能一进学校就一直这样。没有，就是你自己的保护色。没有，你这好像变色了。神经病，哪有人这样？像我在公立学校，南京公立学校念书的时候，其实都是独行侠，我没有交什么朋友。如果一进学校，随便哪里坐，看到就这样 ，Hey you。还能这样可以吗？就你吗？你是新转来的吗？这种应该也会被打，这种应该会被打。好险我没去那念书啊，我应该早就被。就人家不认识你，然后你就装熟，装熟啊。You know me well， 那时候我弄去了。对啊。等一下，你们有喜欢上那种功课好的女生过吗？可以吗？还在想的阶段。不是我说香，就是配嘛，配的就是很配合。其实口吻再转都没有用。像班长啦，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有资优生啊。对，资优生那一种都是那种男生的一种幻想，对，一种那种憧憬。我在南山的时候就是要把隔壁班一个女生，那隔壁班的班长，结果功课很好，他们老师就不给我把。我们老师还跑去问我们老师说我功课好不好。我们老师非常非常直接跟他讲，他从来不念书，我写信给他都不回。其实他们对自己还是蛮有自信，当然，对不对？你们是不是有自信的男人？是不是？是。好，他多心爱呀。好，我们现在叫脱光基本学策，先讲哦。输的通告费要给对面的，好不好？那他那我们赢的话呢？他们给你们、啊。这是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跟那个学历无关。对啊，智商，这跟智商是有关。你说你们问的问题 是？对对对，这是考你们的智商哦。Okay, 你们功课好不一定会赢他们哦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你小心的、哦。那你们如果输他们，你们这个通告费要给他们哦。这是我们的强项，对不对 ？OK， 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大声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你今天想问有没有好看吗？OK 的啦，那种上节目玩游戏，我们应该都比较厉害。应该是比较猛的。第一次录光光光光，里面读书你读的最多，靠你。我们大概都考那个历史跟地理了。耶！哎呦，三位大男生居然害怕接招，接着我们要玩的就是按铃抢答的游戏，到底两方的对决哪一方会胜出呢？加油！加油！首先，学长，请第一题开始。注意听好，四书是哪四书？四叔是什么四叔？玉香拳。OK， 请回答。漫画书。漫画书 A 书，漫画书故事书，教育书，课本什么书？挂掉书。天哪！哎，不能讨论啊！不可不可以讨论啊！你们愿意回答吗？我们怎么会派你第一棒？好，来，请按一下。那我会不知道第一棒出这个。来，请说。中庸。嗯。大学。嗯。哎。论语吗？论语。还有一个是孔子他徒弟者，不是他徒弟，是的，但是也是什么子啊？孟子。哎，标准的。现在我第一棒，真的，我这里会吗？对呀。没有，就开始讲一次答案。男女孟子中庸，还有机会，还有个历史题。OK 啊，历史题。
叫，不是历史题，叫随便，你一定骗我，随便，来握个手，来预备，第二题，在清朝的时候，八国联军是哪八国？好，哎，这个怎么样？厉害了吧？再按一下，拜托再按一下，美日英法美德意二然后日本。我最后一个是，这个很难。荷兰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不是，澳不见得是提示了，因为有澳洲跟奥地利。对对对，说奥地利。澳德。法美日俄意英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错，好不好？第三题地理题，第三题地理，地理哦，这很狠，地理，这个很科学的嘛，这个很狠，哦，你完蛋了啦，这个你挂了。好，第三题啊，第三题，地表和地壳中间的是什么？地表和地壳。OK， 找不错答案。地表跟地壳的中间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地寒，地吸，地寒吗？你答是地寒吗？你第一个想什么？地寒啊！标准答案。目前这个俊男队得两分。好，第四题请就位。好，历史题。这个很简单，历史题很简单，你一定会赢，你要抢答。不会就挂了，好不好？宇哥，你一定要，不要再玩好输了。听好了，不是按那边的，听好了，二次世界大战的两颗原子弹投在哪里？你家。再一次，请回答。完蛋了！你没看电影啊？你没看电影啊？李小雪，电影没有教哎。李小雪，你哪里来的勇气按这么快？好，等一下，我知道。好，来，日本，日本的哪里？日本哪里啊？日本的两个地方，两个都在日本。报告，现在全世界被投过的只有美美一定也不知道。我王导，哎，还有一个，我珍珠港我有看呐。因为跟摩托车有关系，跟摩托车有没有有一个什么蛋糕有没有？好，北海的。3、2答错了。来，请回答哪里？长崎。长崎跟哪里？广岛。OK， 答对了。目前成绩2-2。第五题，请就位。来，第五题，地理题。有到一半了，有了。地理题答对一半了 ，OK。好，这是属于我们那个。可以站靠近一点哦。属于台湾的问题哦，台湾问题应该很简单的。讲，来，请问，台湾第一座成立的国家公园是哪里？好的，来，请站一下，站一下，应该是太鲁阁，应该是太鲁，确定，应该是太鲁阁，答错了，你怎么会猜太鲁阁嘞？猜太鲁阁，对啊，没有，有没有答案？玉山吗？什么？玉山。答错了，哦，让我知道，什么？阳明山，阳明山有国家公园，阳明山有国家公园，阳明山有。答错了，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示，好不好？这题好难呐，这叫提示啊，这题好难呐，难呐，好，没有。国光帮忙。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示，好不好？这题好难呐，这叫提示啊。这题好难啊，难啊！好了，没了，停了。其实真正标准答案是什么呢？我可以肯定，肯定国家公园。玉山是日据时代成立的，跟我们国家没有关系。接下来是文学题。哎呦，文学题请就位。这个北影厉害，太帅！哇，完蛋了，拍完了，你哪位啊？来，中国文学不是美国文学啊。Go Ben， 听好这个题目了啊。元曲《窦娥冤》又名什么？什么窦娥冤啊？窦是什么窦？娥是那个飞蛾的娥。他已经晕了。是冤枉的冤。窦娥冤。阿飞已经晕了。又名什么 ？OK， 我靠，我知道。你知道吗？就十下不离人生。他应该知道。他们应该都知道。很有名吗？冤。
六月下雪才会冤，六月雪。7、8、9、10。这一题假的，这一题是这个热门，而且这是常识题哦，很简单。屌什么？屌什么 ？OK， 准备好了啊？常识题啊，进化论是谁提出来的？三人下，对，先爱谁先？来，如哥，你觉得你要不要让女孩子先讲？好，让你。直接乱按吧。哇哇，进化论，进化论喽。答，往前看，往前看，看他，看他。答，答，答。达文西的弟弟达尔文。答对了。你是乱答的，你本来开达文西的。达文西是前一秒的。好，我相信他每一局总是很有信心。不是说尝试吗？这是尝试吗？这是尝试啊。好了，来第八题。我们没有，不能换队友了。第八题，第八题，对，这题你一定会。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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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定会。你相信每一题走出来都尝试哦。来，这题考自然啊。来，预备，起。从北半球看夜空。每一个星座是绕着什么星转呢？哎呦，请说，面对镜头。北极星。答对了。你怎么不知道嘞？这把妹都是怎么不知道呢？对呀，把妹第一个看看星就看这个，但是看夜景你。你看，对，北半球每一个星座都是绕着那一颗北极星的，而且最亮就是北极星。不行，紫星星啊，会不会割耳朵？月亮，烂货，烂货，臭老头，月亮星星傻傻分不清楚，烂。OK， 好，下一题，来，请就位，来。我们哦，这个很简单，这再不阿斌，你真的阿斌，你这一定赢，真的吗？要快按，真的吗？对，要快按哦，快按哦，听清楚了，不能乱讲。台湾唯一不靠海的县市是，好 ，OK， 南投县，标准答案，标准答案。好了，我问你，就算你按的比他快，你也要答南投吗？他知道啊，他出外景，出外景，他有出外景节目。好了，再给你上。闷的，真的闷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好，那没有，我们就你答出一个，我们就算这题对，好不好？好，请讲出台湾的所有的县，预备开始。可不可以带外籍？可不可以带打？所有的县市啊，对，县啊，台北县是，桃园县，高雄县，你这样子会混啦，你要从南到北，或者是北到南。县对。台南还有个寇家人，台南县寇家人在哪？不要讲，台南县花莲县，花莲县，好，我屏东县，屏东县，宜兰县，太平县，太平县，太平县，出来了，你这样整个乱了，从北到南。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来派代表，来来来，最后一题代表重要喽，自然哦，这题是自然题哦。我跟你讲，你们选对方，对方来选一个这样的，好啊，好不好？选那个美女，对，美女我就不要，我觉得厉害，我觉得我是比较六月雪都是这样，哎，我都赢你耶，你赢一下雪有什么好骄傲的？我们是队友，就你们两个，就你们两个，就你们好来，就你们两个，而且你们两个衣服还配对，跳赌一下，快点跳赌一下。OK， 注意听好了，为了让你背好，动物和植物哪一个没有细胞壁？动物。哦。哇塞，你们鱼虾今天不得了了，快去切这一集 OK 了，露脸了，露脸了，真的是啊，露脸了。那边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、家人、姐姐。露脸了，谢谢。好，那没什么好高兴的。今天呢，女生呢，对了，
六题，男生只对三题，所以男生的通告费要给女生。没错，哎，谢谢，谢谢。